之日。东海桃花岛，黄药师。年轻人，总要吃点苦头。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。金哥哥，从来没有人像你这般记挂着我。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。我只认识一个身世不幸、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杨康。其实你还不懂，九阴真经意味着什么。传闻那本书上面记录了天底下最厉害的武功。我虽然不懂你们所谓的江湖，但也知道这真经涉及重大。天下第一，从来就不是我的追求。交你这个朋友，我后期不后悔。遇到你是缘分。南边繁华安逸不是武功，武功独步西域，差不多就是独步天下了。朋友兄弟，管你好不好看，我就是世子请回来骗你的。我们四兄弟和你们恩断义绝，你有我就够了。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为了保护项羽，我此行必定是九死一生。我陪你一起，你知道，我只想嫁给你。江湖事，岂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？我的好兄弟，跟我反目成仇，打退天下群雄，夺取天下第一。相传得九阴真经者，天下无敌。撤！